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开始知识点：出口补贴与反补贴的介绍。出口补贴实际上是属于非关税壁垒的一种，是目前上来讲很多国家出口补贴愿意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什么叫出口补贴？那么，出口补贴的定义是指的是一国的政府为了促进出口，也就是说鼓励出口量的增加，在出口商出口产品的时候。 给予我们所说的现金的津贴，以及政府中的一些财政的支持的方式，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来增加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的这个措施。那么，出口补贴呢？按照 WTO 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出口补贴应该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被禁止使用的补贴的情况。那么，这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于出口。 国采取的生产进口替代品，或者是在出口产品生产销售环节中给予我们所说的补贴的方式，这种方式来讲，通常会扭曲进出口贸易的情况，给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重大的损害。那么，这个是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来进行的。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允许使用的，但是可以申诉的补贴措施。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 当这种措施的采取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被允许的，但是它的产生来讲，会导致对于某些国家来讲会产生严重的市场的扭曲，同时来讲也可能产生我们所说的歧视性的一些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受损害的缔约方可以向我们所说的 WTO 来进行申诉，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第三种就是不可申诉的补缺措施。 这种措施来讲，通常是有普遍的适用性，或者是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不能够进行申诉的，也就是说，不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那么，目前上来讲，我们需要反对的就是第一种情况下，就是禁止使用的。那么，这种措施通常上来讲，会给进口国相关产业造成重大的损害，而且这个出口补贴措施本身与这个损害之间肯定是要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一旦被进口国认定了这种措施的存在，那它确实是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出口补贴措施到底对各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反补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分析一下小国采取出口补贴措施的结果。小国采取出口补贴，意味着这个国家采取出口补贴政策来讲，不会引起这个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的改变。 也就是说，不管补贴前还是补贴后，国际市场的价格应该是没有任何改变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国家的供给需求曲线。那么，国际市场价格应该比它封闭国内价格要高一些。那这样的话来讲，它实际上在没有采取出口补贴措施之前，实际上是有出口行为出现的。按照国际市场的 P W 价格，它的供给应该是在 S W，消费应该在 D W，所以它存在着贸易量。 但是这个国家希望呢，能够使国内的生产者利益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使出口量更多一些。那么它可以采取出口补贴措施。那么它采取的出口补贴是，由于是小国，它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改变。那换句话说，国际市场价格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P W 价格。但是由于政府给了补贴额，所以它国内的价格可以比这个价格更高一些。那么国内价格高的程度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差值。 就是我们所说的出口补贴的单位额的大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内市场价格是上升的，那也就引起了另外两个后果，就是国内的供给量必然增加，国内的消费量必然是减少的。那这样会引起出口量的大幅上涨情况。那么我们看一下图中，实际上国内市场价格会涨到我们所说的 P H 的情况。那这样来讲，出现了巨大的。 贸易量的增长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一下各方利益的变动情况如何。图中来讲，按照供给需求曲线，按照实行出口补贴前后的国内市场价格，那么按照贸易量和生产消费量的情况，把图中分出了几块颜色的面积。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实行出口补贴措施的这种情况下来讲。 我们可以看一下消费者剩余来讲，其实必然是减少的，因为从原来的 Pw 的价格上升到了我们所说的 Ph 这个价格情况下，那我们很明显能发现消费者剩余是有一块减少的。图中的两块面积，一个是那个粉色的长方形面积，还有那个就是黄色的那个三角形面积，这两部分的消费者剩余削减了。但是此时国内的生产者的利益是大增的，按照更高的一个价格，更多的生产的数量。 那么，我们说生产者剩余实际上是变大的，变大的部分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粉色的这个长方形面积，还有那个黄色的三角形面积，实际上还有一个红色的梯形面积。那么这三块面积实际上是目前来讲，由于采取了出口补贴措施以后，国内生产者的利益的增加情况。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来讲，其实国家总体上还是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红色的梯形面积。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采取出口补贴措施，本国政府付出了补贴额大小。那么补贴额应该是多大呀？应该是图中的 P H 与 P W 这个差值的单位补贴额乘以此时的出口量大小，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大的长方形面积，也就是现在我们看的那个黄色的三角形、红色的梯形，以及右边还有一个紫色的三角形。 这个合在一起，这个长方形面积，那也就是从数值上应该是这个 P H 减去 P W 的差值，再乘以我们现在的 X H 这个出口量的大小。那这样我们知道，生产者剩余虽然比消费者剩余多的程度要多一个我们所说的红色的梯形面积，但因为政府付出了更大的补贴额，它是三块面积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存在着无谓损失。 那也就是说，采取出口补贴政策来讲，唯一有利的就是本国的国内生产企业、国本国的消费者、政府都是损失的。国家总体福利由于贸易量的增加所带来无谓损失情况。那么，小国采取出口补贴措施，对于小国是有无谓损失的。那对大国呢？通常来讲，它的贸易兑现国由于价格没有任何改变，相对而言，它的利益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讲。 很少情况下是小国，那么通常也有大国情况。那么如果大国采取出口补贴，那我们现在看的那个 P W 的价格就无法维持，那个价格通常会下降。那也说政府出的出口补贴额不仅由国内能够拿到，它也补偿了贸易对现国。那也说大国实行出口补贴，其实损失会更大一些。那么但是如果引起了贸易对象国国内市场价格出现了下降的结果，那么会导致它国内生产者的利益。 发生改变，有时候会出现损失性结果，那么他会向本国政府去申诉。由于贸易对象国采取了出口补贴措施，导致你国内的生产企业受损，那本国生产企业去向本国政府去申诉以后，进口国政府就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这个就叫反补贴。那我们看一下出口补贴在反补贴的结果又是什么样子？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例子呢，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两个国家之间出现的钢材贸易的情况。这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韩国。那么此时我们需要注意，当时呢，美国对于钢材的进口来讲，实际上是典型的小国地位。这跟刚才不一样啊。刚才我们谈到的出小国指的是出口国是小国，现在是进口国美国是小国情况。那这里的出口国是呀，就是韩国。 韩国本身来讲，在这个时候处于针对于美国的大国地位情况。那这样在美国的国内市场的这个国际对应的进口市场图分析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进口需求曲线是正常的，是一条右下方倾斜的线。这条线我们标的是 Dm，代表的是美国的进口需求曲线，它是一条正常的右下方倾斜的情况。但是韩国给的出口供给曲线。 由于美国是小国，那么韩国给的出口供给也是水平直线。那这样按照这个情况，两线相交决定均衡的价格就是 Pw 价格，贸易量就是此时写的 Mw 的情况。这是在没有任何出口补贴政策之前我们所出现的结果。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注意了，韩国要实行出口补贴措施，也就是说，他认为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还是不够多。 所以，他希望更加增加这个出口量的情况。那这样，他采取了出口补贴措施，导致美国进口的价格会从现在看到的 Pw 降到 Ps。那这样，很明显，贸易量会大增，会从 Mw 上升到 Ms 的位置。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韩国给了出口补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美国来讲，国内市场价格的下降，那么美国国内的生产企业会受损。 所以，应美国国内钢材生产企业的要求，美国贸易委员会可能去调查了，确实由于韩国采取了出口补贴措施，导致了美国的钢材生产企业受损，所以它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就是我们说的反补贴措施。那么，通常征的反补贴税是要把出口补贴所造成的效果完全抵消掉，也就是说，对方要征多少补，采取多少补贴，你这边征多少税，补贴额税额应该是相等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会回升到原来的我们所说的 Pw 的位置，等于说贸易量会会回,回到原来的 Mw 的位置。那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所说各方利益的变动情况如何？我们也要分析出口补贴之前采取了出口补贴措施，在采取了反补贴措施以后，那么结果如何？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补贴以前，我们说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价格呢是在图中的 Pw 的情况，贸易量呢也是这个 MW 的位置。那此时存在消费者剩余，就现在蓝色的那个三角形面积 A。那这个销售剩余是哪国的？是进口国的福利。进口国此时是美国，你说美国此时利益就是这个 A 部分。那韩国来讲，我们需要注意，它对于出口国来讲，此时这个图里没有任何的生产者剩余，所以。 此时，韩国的利益是零，那也就世界总利益呢，就是这个蓝色的三角形面积。那我们注意，韩国采取了出口补贴措施，这个时候的价格会从 Pw 降到 Ps 的位置，贸易量呢从 Mw 上升到 Ms。那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消费者剩余大增，除了原来的那个 A 部分面积以外，多了那个长方形红色的长方形面积，我们所说的是 C。 然后还有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那个紫的三角形面积 B，所以它是 ACB 三个部分。那么此时韩国虽然没有任何的生产者剩余，但是政府给予了出口补贴额。那出口补贴额我们知道是 PW 和 PS 那个差再乘以 MS，所以是个大长方形面积啊，是在红色的那个长方形面积基础上要多两个三三角形的，一个是那个橙色的那个 D，还有那个。 紫色的 B，那这个都是付出的代价，所以它是负 B、负 C、负 D。那这样整个世界就是 A 减 D。那也就说明，实行了出口补贴措施来讲，美国受益，韩国受损，世界由于我们说不正常的贸易量的增加带来无谓损失。那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是总体是受益的。但是我们知道，由于美国国内市场价格的下降，美国钢材生产企业是受损的。 所以这样，美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就是我们说的反补贴、反补贴措施出现以后，我们知道市场回到了最初，回到了这个 PT 价格，也就是原来的 PW 价格位置，贸易量恢复到 MW。那么此时美国的销售者剩余就剩下那个蓝色的我们所说的三角形面积的情况。但是此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还有什么反补贴税额大小，单位税额是从我们的 PS。 回升到我们说 P T，也就是 P T 减 P S 再乘以此时的贸易量 M W，也就是说是那个红色的长方形面积。那也就是此时来讲，我们所说的美国的整个的福利就是 A 加 C。那此时韩国呢？韩国的贸易量此时变到了 M W，所以真正的补贴额只有红色的长方形面积，也就是说应该是 P W 减去 P S 括号。 再乘以 M W 的，那此时也就世界回到了什么最初状态？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来讲，我们很明显能发现，实行了反补贴以后，跟补贴相比，美国受损，韩国受益，因为韩国少支付了出口补贴额啊。整个世界来讲，那么相对而言变得更好一点。但是从我们所采取的出口补贴政策，再采取反补贴措施这个情况。 那我们知道，美国总体获益的就是图中所示的红色的长方形面积，也是拿到了反补贴税额，市场回到了最初。那么韩国的情况呢？想达到的目的没有实现不说，白白把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给了美国政府，也就是说，它的出口补贴额此时就是等于美国的反补贴税的大小。那也就是说，韩国实际上是得不偿失。那也就意味着，采取出口补贴政策的国家来讲，如果对方采取了报复性措施， 那么你最初想实现的效果没有实现不说，还把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了贸易对象国。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美国这种进口国来讲，到底采不采取反补贴措施啊？其实采不采取都可以。不采取反补贴措施，本国总体福利是最大状态；但是采取反补贴呢，是符合了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原则，那么实际上是维护了国内生产者的利益。 国家呢，还有额外的一部分反补贴税额的大小，那也就意味着做不做都有道理。也就是说，反补贴还是不反补贴，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并不单单是经济因素了，很多情况下是跟政治因素有关。那也就是说，一般来讲，都是指国内来讲，如果经济不景气，或者是到了大选年的时候，那么可能反补贴措施应用的比较多。这个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很多情况是从政治角度。 来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出口补贴与反补贴的情况。现实生活中来讲呢，我们所说各个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使用反补贴措施，开始保护国内的相关产业。那么也就是说，促进本国未来的长久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现在来讲，我们所说反补贴措施范围和我们的案例呢是层出不穷的，会出现了。那么关于出口补贴和反补贴。 这部个知识点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